第十章，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。由嘉兴广播电视台第三党支部吕炳浩诵读。第五十一条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，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，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。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受党中央委员会领导，共青团的地方各级组织受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，同时受共青团上级组织领导。第五十二条，党的各级委员会要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，注意团的干部的选拔和培训。党要坚决支持共青团根据广大青年的特点和需要，生动活泼地富于创造性地进行工作，充分发挥团的突击队作用和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作用。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级委员会书记、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员会书记是党员的，可以列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会议。